欢迎陈文茜陈老师、蔡玉玲蔡老师以及李静伟李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两位贵宾。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身份很特别。第一个，他是在台大大我几届的学姐哈，他担任过法官。然后呢，他在法官的职位上扮演很正直、很有名的法官。就有一天，他决定让自己跳槽去 IBM， 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去做高科技 IBM 的执行长，当时 IBM 法务长，当时 IBM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个人电脑的辉煌时代。那因为 IBM， 他就跨到了科技领域，他就从一个法官，时间很长的法官，然后突然进去了一个大公司的管理。那 IBM 当时的布局是全亚洲，所以他非常早的就看到了世界国际的各种趋势。也很早的就在中国大陆也看到 IBM 的布局，后来他就创设了吕慈律师事务所。他和他的先生，他先生以前是检察官，后来找做律师，这样对吧？哈，然后你老公也是法官的，哦，好吧？你看起来像法官。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创设吕慈律师事务所呢，现在应该是全台湾在商业并购里头最出色的律师事务所，但是他永远都是许多人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他被我们的政府叫去做政务委员，上面写蒙藏委员会，有一点写错了啊，那是兼差的。他其实是做政务委员。他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那个对他律师事务所是打击很大，因为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很大的商业并购。可是他知道，他有一天，他让大家习惯他不在。每个人才会成长，然后他就去当政务委员。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扶持年轻人的青创产业。所以我们今天把蔡玉玲找来，既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是台中中部是他的故乡，然后呢，哎，你是念台中女中吗？台中女中。台中女中。OK， 好。然后不容易就是你可以想象，你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一个小时的律师费用是很多钱的，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同学有很大的福气，特别请他从台北下来，谢谢玉玲，谢谢。然后第二位，他是一个帅哥，你是一个帅哥嘛？对。没有，台下同学帅。你来我们台中需要穿这么多衣服，是要展现这件外套吗？对对对，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人帅不帅，跟他的肌肉是有关系的，这样啊。然后李静伟很特别，你们看到他现在叫做时刻旅行创办人，你知道吗？他原来念的叫做清华什么系？告诉大家，清大的机械系。好，然后他后来跑去台大念了一个研究所，可是他没有毕业，什么科系？生物医学工程。对。然后之后，他最后在南加大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请告诉大家是什么学位？也是生物医学工程。好，他好聪明。他的妈妈呢，就是蔡玉玲。这么快就破梗了？好，因为当一个法官的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对吧？有好有坏，有好有坏。OK， 那我这么早把你破梗，因为有一次我找他上我的节目，我只觉得他很面熟。然后呢，讲到后来，他们的同学每个人都找我拍照，然后拍照完毕以后，他就说：“我现在其实我见过你。”我说：“啊，你在什么场合见过我？我是蔡玉玲的儿子，这样子。”对，上次雅虎节目的时候。对对对。然后他好聪明，他再也不要法官的生活，他的哥哥在长都当医生。我弟。那是你弟，有派谁？果然你因为在这个行业肯定年纪很多。然后他呢，就去做了一个 VR 的旅行社。他做的旅行社不是帮你订机票啊，不是带你出去玩呢，因为他想要把 VR 这种体验跟旅行是我们人拓展自己眼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王尔德，从所有那个年代在欧洲的作家都会告诉你，其实在旅行的过程里头拓展你的眼界，找了你的人生，思考你的当下，整理你的未来，还有回顾你的过去，
你会让你的人生找到一个重新的出发点。旅行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生大事，可是我们每次都跟一个导游一大早就叫起来，然后一直赶游览车。有没有一种方式让你自己可以去理解，去一个地方你该想什么，你好好的挑选？那我们大家就只好根据评价，而现在的评价都不见得很正确，而且别人的评价未必是你需要的，先不管他做不作假。于是他就想出了用 VR 的方法跟旅行业者结合，然后他就发现台湾的旅行业大多数的旅行社都是老一辈开的，他们不能知道什么叫做 VR， 这样对吧？喂，啊，就旅行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产业，就是很古老，对，很传统、很古老的产业，对，所以相对来讲，它在商业上的变化跟适应商业的新科技的脚步，也比其他的产业都来得更慢一点。所以李经纬呢，受不了这种旅行社了，因为你们大家打电话去旅行社，就是我可不可以有机票，帮我订，能不能打折，可不可以 upgrade， 可不可以订什么餐，可不可以 mileage， 可不可以这个里程数增加这些，对不对？我来问一个小问题，好，好吧，大家现在出去玩喜欢自由行的举手一下，自由行，自己旅行叫做自由行，对，自己自助旅行的，那喜欢跟团的，一个，两个。那不举手是睡觉的吗？哎，我很好奇，那个你想跟团，你是想把妹吗？对不对？哎，这位同学回答一下，为什么喜欢跟团？你为什么喜欢跟团？就你刚刚举手，对。对 ，That's you， you handsome guy。直接说嘛，讲大声一点没问题啊。我刚没有怎么样。哎，那谁？他啦，就是他。谁说他没举我？因为我问的是后面那个灰色的。比较能控制好时间。哦，有人可以帮你把时间控制好，而且马后再进跳这样子。OK， 好。来，你要控制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去回答大部分的年轻人，就是在 generation 在25到30岁这一段期间，去问喜不喜欢自助型的，大概70-80%都喜欢自助旅行。只有大概不到 20% 的年轻人是举手说会想要跟团的，但是这个数字呢，往年龄随着年龄越来越高，其实大概在40-50岁以上，跟团的选择就会多很多。我觉得你有世代歧视，没有那个，我这辈子还没有跟过一个团呢。就是所以您特别不一样。对，就是 outstanding， 心很年轻，25岁那一年，是不是？反正他很棒，就是他居然就在看到人家都离开了中山东路的商圈，他就觉得哦，他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便宜的时间就入住了。现在大家都在撤离的台北中山东路的商圈，他在那里办了一个旅行社，让你进去里头 VR 出体验。比如说你要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克罗埃西亚，好。那克罗埃西亚很多人听过 ，OK。然后你要去 Serbia， 你敢去吗？塞拉耶佛，你敢去吗？你好像觉得那是以前波斯尼亚战争的地方，但是你知道那个是16世纪最美的，那个地方是16世纪聚集曾经的东正教的文明、回教的文明、天主教文明聚集在那里，那也是被称作为叫巴尔干市。火药库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地是好几个不同宗教的聚合，它就好几个不同的美学，所以那个地方在16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多的艺术家、作家最向往、最美丽的地方。好，那你听我讲完，你想去吗？你要考虑。你看图片，你还是要考虑。去它的时刻旅行社，那是一个 VR 的初体验。我这样介绍你有错吗？没有错。那其实还有更多，因为我们其实不只是 VR， 我们还有像线上的媒体，所以大家可以看 IG、Google 时刻旅行或 Tree Moment 都可以看到我们有 IG 的账号。然后我们有线下的实体店，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你在我们网络网站打十个旅行，你会看到我们网站的一些各地的旅行介绍的时候，你想说，哎，这地方我觉得很不错，我看文字看照片还不够过瘾啊，我想来一个虚拟实境体验一下，就可以到我们东区的店头。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旅行社，但它就跟大的传统旅行社不一样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中型小型的规模，但是我们就会搭配你VR 体验到的旅行的内容，我们有实际的产品可以真的送你过去，所以就变成像是说，欸，我们从旅行的起心动念，然后到你做决定的时候的预先体验，然后到你最后实际出行，我们就是一条龙整合进来。我跟你讲啊，我们常听到慢活，对不 对？如果今天要开家店，在你的楼上，因为你的楼上是永福楼，已经到了，我就开家店叫做慢旅行。慢旅行就是慢生活的慢。然后我这个慢旅行呢，我的概念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日本有一个电视实境节目，像直播一样，可是它不是在网络，是在电视上头。它播出7个小时，有20分钟，只有一个节目，就跟着一个火车，看它火车外面的风景，而且是直播，然后那个就跟那个电视台，7个小时有20分钟，还创下日本收视率的高峰。那我如果弄一个慢旅行，你是 VR， 我既有 VR 又有这个东西，所有的人就跟着那个火车。我今天去坐西伯利亚，我今天去爬几个人们可能再也很多老年人都爬不了的高山，然后好告诉你在这里心跳多少可以成功。比如说我很想去秘鲁马丘比丘，可是我觉得我身体可能不行。那医生就会告诉你到这里你的心跳怎么样多少，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就后来就可能可以成型了。我会不会打败你，还是你最后还可以赢了我？应该是说这旅行的市场太大了，我觉得我们可能竞争到都不会互相有 conflict， 只是一个旅行的市场在占全世界 GDP 的 10%。 我觉得你妈妈会把我们俩并购啊，对，她可能会帮我们谈 merge。 请坐请坐请坐，来啊，不是应该让他坐中间？没有，都可以，都可以。他们刚刚叫我把外套脱了，我说：“哎呀，我需要造型，因为我们已经谈的叫 VR 旅行，还有个笑脸在现场。”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李静伟，你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影片，好吧？你让所有的人，你们刚听到 VR 旅行，你会不会很有兴趣？有吗？对不对啊？那我想让所有的人听你开始想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带来的影片。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单的介绍，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再知道了解我们做什么。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所有的商业行为一定有背后的原因跟起心动念，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支影片去了解到我们企业的精神是什么，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所以我想说就不要讲太多，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影片，直接看比较快，好不好？欸，有声音吗？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住进饭店的时候，还是兴奋的在候机室拍照打卡的时候呢，旅行真正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 True Moment 就是为了提供给您最棒旅行生活体验的综合服务团队，透过文章、照片、影片还有 VR 虚拟实境内容，实际送你到当地，我们就是你连接全世界的传送门。这些都是通过最新的 VR 虚拟实境科技，出门旅行之前，我们让你提前想象这趟旅程，让你用五感感受旅行的美好。当你拿下 VR 眼镜时，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的亲朋好友等人分享你的喜悦，想要一起出去旅行。旅行之后，旅途中的经历能让你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原来自己可以忍受同伴的打呼，但不能忍受东西乱丢。知道如何分辨越式咖啡与美式咖啡的不同。我们认为体验旅行生活才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关键。透过经验丰富的编辑团队，还有数据分析，找到你还不知道，但其实就是你想要的最满足的旅行体验。透过线上旅游媒体 True Moment 时刻旅行，以及线下 VR 虚拟实境主题乐园 True Moment VR 时刻旅行乐园，
还有高端客制化旅行社 V Love Travel 蜜乐旅行社。我们致力于提供能让您沉浸其中完整的旅行生活体验，做你世界的传送门 Trip Woman。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介绍。那我们公司的核心就是，我们认为旅行生活，就所谓的生活经验，其实是让一个人成长很大的关键。但是呢，其实根据观光局统计，台湾平均一年能出国超过一次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然后呢，一年平均全台湾平均一年出国的次数是0.66次。然后每一次出去的花费大概是46,000到48,000块，相当于一个平均薪资的1.2倍到1.3倍之间。所以旅行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昂贵的 experience， 但是这样的生活经验其实会影响一个人很大的思考跟很大去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我自己会去美国念书，也是因为有一趟旅行去了欧洲，然后又去了日本，在我刚上台大的那一年，然后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好想看看世界，我不想只是在台湾。虽然我在台湾已经是清华、台大，别人都觉得一流的大学了，但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还很大。然后看到了一些经历，我就觉得应该要出去一下。所以其实 solo 旅行是影响我这一生决定很大的一块。嗯，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哈。一般你爸妈开律师事务所，你就会想要接班。很笨的去念法律系，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一开始就没有学法律系？这种就是你做得好就说靠爸妈，做不好就说爸妈好强儿子好废，这不是很惨吗？对，这很现实。就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那个篮球，我就觉得 LeBron James 的儿子 Bruni 超可怜的，他老爸是一个传奇球星，他再怎么样只有罚球能赢他爸而已，我就觉得太可怜了，我们就不要做这种事情。所以你就不跟他们？对对对，不同轨道，就成败在我这样。他们不曾给你压力吗？我爸比较会问啦，我妈还好。你爸不给你压力啊？我当然看你最后有一个人，就是你要自己注意你的旅行，要有一张男的中年的眼镜的照片，那明明看起来就很像你爸爸。应该不是啊，那我们的设计团队做的。真的是为了讽刺大家的。他应该没有看过啊。对啊，但还好啦，就是他还是给我蛮多的自由。那特别是我们我妈就蔡律师，她其实很不像是一个传统律师的律师，她更像是在 commercial 的商业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的人，所以她其实是一个比较现在叫做。他还没像你的朋友，我觉得。就斜杠嘛，对不对？现在不都要讲斜杠嘛？就斜杠律师啊，就是兼很多东西的，这种。然后你自己念了清华，念了台大，你就出去几个地方旅行，然后后来又去念完了一个南加大的硕士。可是从那样的一个行业来做 VR 的旅行社，你知道，就说很多人会以为做 VR 旅行社，他可能。不需要很好的学历跟专业，所以如果很学历主义的人会觉得他不屑于做这件事情。你是怎么转业过来的？其实我还好哎，我们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旅行产业其实是一个该怎么样，在商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产业，所以也不会说学历不好就，这我觉得那是台湾比较刻板的印象了。我自己觉得还好。因为你看，现在全球最大的几个前 top 十、top 二十的企业，很多都是旅行业 ，Booking Holdings、Expedia， 然后像Marriott 这种饭店业啦 ，Airline 航空公司，其实泛旅行业是非常广大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对我来讲，这个只是你应用场景不一样而已。像我们我以前在机械系一直都是做所谓 simulation 模拟相关的，就是都在写程式做模拟，做跑一些数值分析，然后去了台大也是在做这些模拟，然后到了南加州大学也是在做这些模拟，所以其实我觉得技术跟工具一直都是中立的，只是你用在哪一个产业，像可以用在医学，可以用在旅行，可以用在传产。所以其实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也好，或者一些这种工程背景专业，当他出来创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把他的专业的工具
应用在他觉得最有机会改变世界，他觉得最热情的产业上。嗯，这点我要请问一下蔡玉林律师，在你的年龄，好，你的麦克风哈，在你的年龄，我想，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律师，你可能会觉得做旅行业有点怪怪的，不管你多有创意，不管你那个旅行业，你可能是带很多人就说好。我像我现在，如果我还可以创业，我会想创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会请他跟我合作做。我刚刚讲卖旅行是开玩笑，但是也是对的。我就会请他帮我做两种旅行，一种就是你可以去，一种是你不可以去，可是你可以体验的。好，那你可以去的那一种呢？他可以去的那一群人，他本身可以跟不能去的那群人还可以建立一些不同的关系。那我自己会很想做一个行业，就是说当你五十，当你二十，当你六十，当你老了，当你年轻，不同的就是我的这个旅行项目就是这样，就当你年轻。那我可能每一年都会帮你列出一个当你年轻的时候我建议你去哪几个地方，然后我会写出理由。那为什么每一年会不一样？因为每一年会跑出不同的地点。有些地点呢，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它最东北的一个半岛最近正式的开放出来，它可以变成旅游地点，它以前没有被开放，所以它就在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2020年最适合旅行里头，它就被选进来了。好，甘察加半岛以前没有被选进来。那因为以前这个地方并没有开放这样的啊，那另外以前大概就是说你去日本，大概就是京都啊，那有的人聪明一点去奈良啊，那有的人就是去跟着伊豆半岛啊，那最近他们就会特别推荐的是东北这样，好，就是日本的东北，觉得这个是日本其实最秘境最好的一个地方。那可是我可能会给年轻人的建议就不太一样，我就不会不同。比如说当你年轻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说。你很年轻，你知道吗？跟你相同年龄的人有一个首相，他的名字就一个将军嘛，好，日本叫首相，他的名字叫做织田信长。那你现在就跟着织田信长，所有他打仗的旅程，他最后怎么被杀死，他是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打仗，就去跟着他的旅程在日本走，你就跟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因为他死的时候才33岁耶。那这个是当你年轻，我就会想要做这种啊。可是当你老了。不一样了，你知道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是哪里吗？最黑暗的地方的意义就是说，它那个地方太阳光照的是最少最少。我们知道说白昼很短，然后黑夜非常长。好，我们就说都是黑的在北极，或是说都是白天都是白昼的，我们知道。可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不，极圈都会有永昼或永夜吗 ？No， 这不是。可是我讲黑暗是指光线。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在南非，南非有一个地点最黑暗，所以它是看星星最漂亮的地方。Okay？ 最没有光害了。对，它最没有光害，然后再加上它不，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光害嘛，很多极地也没有光害。可是它那个地方的，因为那个阳光的某些角度啊，跟各种不同的环境的因素，它被认为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简单来说是这样哈。那我觉得。那就是属于人生你一定要去的梦想的哪几个地方，就不断的改变哈。那我要请问蔡玲律师的就是说，你看我一讲要问你一个问题就讲这么长，就像是我到现在都有好多遗憾，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还有很多的梦想。那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见得是使我们最快乐的，它可能是我们的使命感，可能是我们的专业，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事情，那我们就一直做下来。可是像静伟他却有一个能力，他去跳开他原来的行业，他选择他开心的，他快乐的，而他快乐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工作。He earned the money from his happiness。而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没有不开心，我们有使命感，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快乐。你不觉得在你那个时代里头，你很难以想象他可以有，你可以有他的选择吗？你会这样想吗？其实说实在啊，这个我自己呢，我自己个人，因为法律嘛，法律相对的事实上是比较严肃一点啊，所以那个当
静伟说要去弄这个跟旅行有关的时候，第一个当然是很吓的，因为这个不在这个不在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认知跟期待里面。但是后来我也很好奇啊，因为它其实是要跟 VR 跟旅行结合嘛。那我自己因为弄科技法律弄很久，所以我对科技的演变改变人的生活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很好奇的。对，所以而且我们在谈 AI 的时候，会一直认为说，哎 ，AI 好像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也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但是我后来发现说 ，AI 再怎么样，事实上旅行这件事情大概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还是会需要去接触自然，跟自己还是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即使是这样，毕竟这个行业还是很陌生，所以他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啦，也学习很多。像后来弄这个场馆啊，一开始奇怪，弄了 online 的，然后弄 VR， 那后来要弄一个实体的体验，就 O2O 嘛。我们今天讲说 O2O， 他要弄一个实体的体验点。那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问号。但是后来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是，我们那个场馆里面来了这个就是身体就是有就是身就是身心对残疾人士，对对对，因为他们要出国是不太可能的。那像他们体验馆里面，就我们体验馆里面有那个飞行伞，就是让你这个模拟，就让你在天空这样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景致。那不用身心障碍，我也可以，我也是身心障碍，我也需要去那个体验馆。你们有胆量自己开飞机的人举手好吗？胆量啊，不是钱啊，你要胆量自己在飞机上开飞机的人。可是你也想体验你在那里开飞机经验的人举手好吗？哎，你们是连举手都有困难吗？我看我们全场都得了身心障碍，算了，继续讲。那个就是像杨玉新，就是立法委员，他是渐冻人嘛。那他在那个场馆的时候，我就真的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哈，把他抬到那个飞行翼那个上面，然后他体验完了以后，他那天自己在脸书上写说，从好久没有玩的感觉，好久没有玩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他还跟 James 讲说，他说他这一辈子他最想要的是去海滩，因为他是渐冻人嘛，他轮椅没办法到海滩嘛。所以 James 还说，他哪一天他如果做那个虚拟实境的话，怎么样模拟那个到海边的那个感觉。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做这一件，就是说这个事业啊，很有意义。然后像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九二一地震的那天，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小朋友从山区带到那个体验馆来体验。你说九二一周几十年，对，然后二十周年，对，那小朋友来的时候，那他刚好那个馆里头有越南哈，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是第一个，他到台北已经很高兴了，然后越南对他来讲他很遥远，然后另外又有 VR， 所以那一天我有在现场，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一边是餐饮嘛，一边是玩 VR 的。那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小朋友都在那里都不过来吃饭，然后还特别叫他们说过来吃饭，然后有的玩一次两次，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旅行对他们来讲还是有困难跟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场馆最小的是六岁嘛，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几岁，快九十岁。他是他过生日，然后过完生日，小朋友就他的子女给他一个 surprise， 就带他来你们的场馆。对，他什么都想试，他什么都想试。他是那当然的，我要八十几岁，我也什么都想试啊。就是除了不想试加护病房，什么都要试。就是我觉得虚拟实境它这个技术给我们一种可能，特别是应用在旅行业，因为旅行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产业，你没办法试用。就是你没办法说，我先去试试看韩国好不好玩，意大利好不好玩，再决定去哪里。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特性呢，就变成我们可以照顾两种人，一种就是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实已经没办法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者他不有足够的钱，对，或者是他就是比较弱势，比如说像有些是身心障碍，像我们现在跟长照还有一些老人，他就是属于是年纪大，健康也不好，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资金，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呢，他现在被放到所谓的日照中心，其实很无聊的，就是在那边然后做一做伸展操，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的晚年就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他我们现在跟他合作，就是说我们想说我们把 VR 旅行带到这个日照中心里头，我们看看能不能签一个合作，是比如说每个月或每周我们更新一些新的 VR 旅行的内容，让他觉得不会说他老了被放到日照中心之后就是每天像坐监牢一样。我觉得因为日照中心可能会爆满，大家都会要去体验旅行，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会希望说，这也是我们公司的 slogan 嘛，连接是你跟世界的传送门。因为旅行真的太昂贵又太花时间，那我们也希望透过 VR 跟旅行的结合，去让大家说，哎，我可以感受到旅行的乐趣，体验异国的风情，然后去有一些旅行会带给你的刺激，但是又不用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去弥补一些遗憾嘛。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体验 VR。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你有没有带个影片让大家看你的 VR 体验实体场馆是怎么回事？因为刚刚那个是一个简介。影片可能我要在 YouTube 上面才会有。你去弄啊！我以为你会丢过来。对啊，现在弄吗？Right away， 当然马上弄给大家看啊。其实他那个体验馆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像比如说他们越南啊，就是有一档是越南，那你在里面除了去看越南的风景以外，你也可以知道越南的这个有越南咖啡，然后有越南的这个牛肉汤，然后有越南的法式三明治等等的。最近他们换了，就变泰国，所以你接下来去你就会有泰国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体验，所以某一个程度是虚实整合啦，其实蛮有趣的概念。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越南上线时候的影片，这就在台北东区。那我们这时候做了很多尝试，因为它可能是 YouTube 刚播它的解析度。是我们体验馆的样子，重读一下。那我们其实有几个概念了，我们希望就跟刚刚文倩姐讲的，有些旅行体验是他一般人你体验不到的，比如说花香艺啊、飞鼠装啊，就你更不敢做的。那有些是导览型的，像这个就是所谓飞行伞，那我们让它飞过一些知名景点的上空，它比较有娱乐性质，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城市。啊，这个是水上的体验，是越南知名的桶船，它是传统去捕鱼的桶船。啊，像是用飞鼠装，就是你有看过从悬崖跳下去，然后你张开像那个飞鼠的翅膀一样去滑翔。然后给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这个是比较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体验。为什么你的画面一直在重复？没有，因为 YouTube 在读。我觉得你要不要先那个暂停，让他读完，再让他一次播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店里头设计的 VR 主要分三块，一个就是这种娱乐动感的体验啊，飞行滑鼠，然后还有潜水，像我们新的里面就有在潜水的体验。那这是我们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做潜水运动，潜水休闲啦，应该来讲叫潜水的休闲。这种休闲娱乐在台湾现在每一年在高速的成长，那去国外潜水旅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但其实很多人是不敢潜水的，然后他其实错过了，因为地球70%是海洋嘛，他其实错过了很大一部分的旅行经验。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透过 VR 来做潜水体验，让那种想去潜水又不敢潜的，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拿到潜水执照，或者是他有一些身心状态不适合的，比如说幽闭恐惧症，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去平衡耳压，或者是他的心脏不好，我们都可以让他不会因为说
你的身心状况没有办法去体验这种潜水的乐趣，啊，所以这种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像去做旅行前的导览体验，就是你在去之前，你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可以播了。好，可以播播看。在你的 VR 现场看到就是这样。对，啊，像这个就是导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预先体验一趟行程，你会看到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一个娱乐的密室逃脱，它是比较偏文化的体验，就是有点像带你借由游戏的方式带你旅行到过去。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店里头，我们结合餐饮，就是我们这次做意大利，我们就会有意大利料理；我们做越南，就会有越南菜。所以就是让你的五感体验是合在一起的，就是你除了体感以外，你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跟感觉得到一些旅行的氛围。好，下一个影片，我看你还有好几个影片，我来点播。你刚跑出来好几个影片，要不然你可以看我们的那个吧，我们 See You Again 这个，这是我们的海洋专辑。好，这个可以看一下吧。但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季，第一季越南，我们第二季做海洋。那它主要就是去告诉我们说，欸，台湾其实是一个海岛，但是我们跟水的距离竟然是这么的远。你去看所有国外的城市，他们最好的房子都是在河边跟海边，几乎特别是欧美，只有台湾是远离海边或离河边，离越远越好。然后我们河边呢都是高高的堤防，这其实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旅行专题，结合文章报道，结合影片，结合虚拟实境跟潜水，去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海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样透过你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去感受到一个海洋跟人的关系。所以这其实是我们整间公司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怎么去增加，怎么透过旅行去让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可以变得更多，认识更多，然后突破。对，然后你会藉由知道说，哎，原来这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还在当时，我问你，你妈去过潜水吗？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跟你讲，你有说服他吗？你有说服他去潜水吗？不是，我先讲说那个潜水这个事情哈，啊，当然我很好奇，我还没有去试。可是他们办的潜水讲座的时候，我去听那个讲座，我现在真的是蠢蠢欲动，因为那个李景白嘛哈，他来他就讲说，他们的海底世界跟陆上的世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海里面，怎么样可以往上浮，怎么样可以沉下去，你知道吗？如何向下沉的？对，如何往上就是你如何潜水的时候，你如何浮上来，如何沉下去。我觉得胖子就很容易浮起来，瘦了就很容易沉下去。怎么样浮上来的？吸气，吸气，那就是海豚一样。对对，就你吸气，这个充能了，它就会往上。所以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潜水。对，所以他们现在定期有潜水讲座，所以我有空我都会尽量去听，因为我觉得。那你什么时候才干？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去学潜水，我。哎，他们说宜兰的潜水很棒哎，宜兰那个是那个什么？有没有夜晚潜水的？因为我不能晒太阳。有夜潜，但夜潜你要先考到 OWD， 就是第一级、第二级才可以夜潜，因为夜潜蛮危险的。他有潜水的执照。对，我有 OWD， 就是 Open Water 的 Diving， 但是因为你要先考过 Open Water， 你才可以去做第二级，就是 Advanced 才会有包含夜潜项目。因为夜潜你要有一些探照灯啦，啊，等等，而且你容易在夜潜的时候迷失方向，所以比较危险。我又没有要潜多久，我只是沉下去。而且潜水不会晒伤的，是因为你全身都被潜水衣包着，所以基本上你是完全晒不到太阳。好吧，我们来看这个。这影片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做的，然后但有一些是素材，90%都是我们自己拍的。不一定有沙，海的颜色不一定是白，浪花不一定轻柔如水。享受海的方法，也不具有真谛。
个海洋专题的形象影片。好，我问你，那如果说一个人要去四个地方去海洋玩，台湾你会推荐哪四个？台湾哦，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离岛真的很棒，澎湖、小琉球、绿岛，然后如果本岛，我觉得很适合去台东啊。台东，我们的花东，其实我们做旅行业，花东是台湾观光资源潜力最好的地方。我看到你有一个，我想看十天的环游世界，我们来看这个好不好？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我们提供的旅行是各种感官都有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你在我们的店里头是可以吃得到一些世界的特色美食。啊，这其实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回到我们公司的根源，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透过旅行去扩展自己的视野跟品味。如果一个旅行叫做慢旅行以后之减肥篇，就去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点，然后有告诉你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瑞士的草原那个地方的草原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去印度某个地方的排毒，还有某一个地方在不丹的哪里，还有北京颐和园旁边的八怪，如果这几个全部合起来这样子。你的那个文倩，我每次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在弄这些活动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两个人的需求啊，我们两个人的需求，而且我每次都一直提醒他说：“哎，我们这个消费能力是不错的，你不要每次弄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需求。”等一下，那你为什么一直忽略我们的需求？没有忽略啊，他要去哪里我都安排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吃甜点环游世界，让我们看。这是啥？就是各地的一些甜点小吃啊，我们只是用比较有趣的做法去，哎，又卡住了。就是去，你把它当了碗再播嘛。Hello， 好，你当了碗再播。对啊，那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最主要是真的觉得，我蛮鼓励年轻人，特别是因为我看在座都大学生嘛，趁大学的时候。能够多出去认识世界，绝对会改变你非常非常。你这个都太意象了。我现在简单问你，吃甜点环游世界，这我是专家了。我现在要考验你是不是真的适合当我的旅行业者。吃甜点环游世界，第一站去哪里？从台湾出发，我不要在台湾，我要出国。第一站在哪里？我会建议去哪里吗 ？Yes。法国吧。No, it's too far away。你说近一点的吗？吃甜点环游世界。那东京啊，东京啊，东京最好了、啊。东京各种全世界各地的甜点都有，东京跟上海都蛮棒的。我觉得第一站应该去京都。哦，京都。对，有一个叫虎屋茶寮，它有一个很像台湾米苔木的东西叫葛切，又有羊羹，又有传统日式的点心。日本人本来就好的就是和果子，那他在东京也有店，但是他最老的店是在，因为最老的皇宫是在京都嘛，所以他的虎屋茶寮还找的我也特别盖了一个茶屋，所以就很漂亮，在那里吃完甜点又可以喝抹茶，又可以骑脚踏车把你的甜点消耗掉，中午又只能吃汤豆腐，这样不会胖啊。你像什么就第一站，对不对？第二站的第二站。第二站去槟城。妈嘞。为什么？因为你到槟城去，他们的甜点有点像台湾的串店，然后他把台湾那种荤桂啊，各种不同的甜的东西，他们又把它跟曼谷的那种泰国的摸摸扎扎混在一起，这样这么到，就是你到槟城一个地方。你等于是把闽南人所吃的甜点跟东南亚最好吃的甜点，可能是泰国的，把它混在一起，摸摸扎扎合在一起，这样两个可以吗？不错啊，我觉得不错啊。台湾整个亚洲其实因为文化蛮多元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很多，特别是东南亚，其实现在整个东南亚旅行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东南亚各地的文化，他们有一点点关系，但他们有个特色，就是它很多是，在地的，就是东南亚文化跟殖民的国家的文化有 mix 在一起。好，那欧洲是去哪里？我欧洲个人最喜欢意大利啦，我个人啊 ，personal。吃甜点啊？
但我蛮喜欢意大利的。那你去意大利吃什么？意大利吃甜点呐、啊？意大利的甜点你要吃什么？好问题，甜点吃什么？我就吃冰淇淋。对呀、啊，没错、啊。我超爱吃冰淇淋的，意大利冰淇淋太好吃了哈。那还有哪里呢？你显然不是甜点专家嘛？因为我基本上最爱就是冰淇淋跟巧克力，我基本上。那巧克力去哪一国吃啊？哦 ，Belgium。Belgium 对 ，Belgium 比利时的巧克力真的很棒。对，我告诉你，吃巧克力有一个诀窍，你猜是什么？是什么？你看着我，我是巧克力大王哦。配红酒。不对，就是你不可以吃外面买，你要吃生巧克力。哦，就是它过几天就会坏掉的那种巧克力。那其实不是去标准吃，是在法国吃，在巴黎，因为巴黎的老佛爷也好，尤其是春天百货公司这几家百货公司，它里头有好几个你可以想象标准开的，还有 Russia 开的。你知道俄罗斯的巧克力店啊，它就搞成很像 St. Petersburg 那么漂亮，美得不得了，每个巧克力有金的时候，它那个漂亮的程度，你觉得你好像进了一个皇宫一样，结果你吃的都是巧克力这样。它当然很甜就是了，但是它就是完全让你进入另外一个甜点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时代里面的。俄罗斯不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红茶吗？把果酱倒到很紧拍加俄罗斯红茶里面，俄罗斯就是很难吃啊，俄罗斯特色。对，那其实我有一个旅行的经，一个旅行，我以前喜欢甜点，我特别喜欢吃法国吐司。后来到了法国，发现法国根本没有这道菜，就是美国人发明的，叫 French toast。OK， 然后呢，我到法国去问他说 ，May I have French toast? What's that? 他说，他们就骂你一顿。就跟我讲一个笑话，就是我第一次刚去啊，那时候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大陆来的同学嘛。啊，其中有个温州人，我就问说，所以温州是不是大馄饨很有名？然后他就整个问号啊，我们这里哪有什么大馄饨？我说，我们在台湾到处是温州大馄饨啊，没有啊，温州没有大馄饨，就跟蒙古没有烤肉是一样，就是蒙古烤肉跟温州大馄饨都是台湾特别取的地名加名字的料理方式。他就来骗我们，对，蒙古人不是这样烤肉，对，蒙古人不是这样烤肉，温州羊有整只羊烤，对，温州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特色是温州大馄饨。好，英国是全世界最不会 cooking 的民族之一。OK， 我现在年长啊，都会有点进步，就讲人家难听话都会写之一，以前就忘记了这样。但是英国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甜点，考你是什么？而且跟台湾我们吃到它完全不一样味道，就真的好好好好吃哟。英国甜点 ，scone， 非常非常好吃，算好好，因为它很甜，很好吃啊。它算早餐了，它算一个早餐。好，那如果我要吃全世界的 breakfast 早餐，哪里是全世界早餐最好吃的？最有名的是英式早餐啊，最好吃的我就不知道了。对，那就是全世界哪里吃早餐最好吃？我可以说台湾吗？你可以啊，你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这边的味道可能还是早餐是让你醒脑嘛，你看还是比较习惯，但是variety 比较多吧，变化吧。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其实到现在烧饼也做得很好吃，对，油条后来被抓到塑化剂有难吃一点哈，油烧饼油条，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你不知道有多好吃，是外面的人告诉我的，叫做饭团。嗯，那个饭团啊，袋子桶包好好吃。有一次我有一个意大利人来，那意大利人他们就很会吃东西嘛，我想说我现在要用什么东西，我反正就是很自然的，其实我平常不太强调什么叫做什么爱台湾，我不太强调这种字眼，因为我觉得所有腐烂的东西都是我反对的东西啊。可是我觉得你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想要展现台湾的骄傲，不一定是骄傲，就是台湾人的一定程度的
可是我觉得打败他就对了啦，因为意大利人就会觉得他们的东西都比较有文明嘛。那意大利的早餐做得非常好吃，法国也是。你到法国吃一个早餐就一直吃，所以他们不太吃中餐，其实有道理，他们的早餐太好吃了，吃非常好吃的 croissant， 喝很好的咖啡，早餐非常非常的丰富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呢，他们早餐大家吃那些，那我就想说我要给他吃什么。后来我就跑去买了烧饼油条，但是我把它切开来，使它看起来没有那么难看。那我把它的烧饼的头把它切掉，尾巴把它切掉，然后中间那个烧饼就切开来，所以那个切面就切得漂漂亮亮，这是第一点。然后把它摆在金黄色的盘子这样。然后呢，另外第二个就是饭团，饭团我下面全部铺的都是那种生菜的叶子，可是很干的。那饭团放上面，他吃了就会觉得 What's that？ 我上面偷偷给他放芝麻，所以他以为吃起来很像一种特别的酥皮，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是他所吃过的全世界那个饭团呐、啊。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挤饭团本身它就是一个把好几个文化 mix 在一起的，就是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所以我们懂得把饭就做成一个这个。就是捏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又不是用酥皮的米加一点盐巴加一点糖这样去挤，我们就是真的，而且我们用的又是糯米，又不是一般的稻，也不是一般的那种稻米啊，那我们用的是糯米，所以那个糯米其实有它的甜味，而里头肉松，你知道肉松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吗？肉松就是一般你去全世界，你有看过肉松吗？静伟在全世界旅行。有人把一个肉炒成这样松这样，你不觉得？我还真没有看过。对啊，我们都除了日本吧，日本好像有。日本哪有？有类似的，但是好像没有像台湾这种样子。对，不一样啊，没有啊，他们有肉干啊。那真正的像我们现在烤猪肉干，那个是从新加坡那边传过来的，所以是美珍香，对不对？肉这种真的这么肉松的，好像没有，就是用猪肉的没有了。你看，像他们全世界那个 sausage。还一堆人，我都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跑去意大利的帕玛，就要吃那个帕玛火，对不对？你不觉得吗？就是急，就为了要吃一个帕玛的火腿这样子，这个有特别好吃吗？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品尝一个国家的食物，其实美味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说，其实食物其实是代表一个文化，它的。历程就它这个文化怎么去 grow 到现今这个样子，它的一个历程在里头。像就举 sausage 好了，为什么会有香肠？那那个香肠比他们好吃啊！从俄罗斯香肠到德国香肠到意大利香肠就没有一个能吃的，它的热狗更不能吃啊！不是，我讲的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好吃跟不好吃，跟它用的原料都会不太一样。那所以以前欧洲的时候，它就是。中古时代没有保存食物的技术嘛，所以他当年食物可能一年，他为了要过冬天，他必须在夏天的时候就先把食物做腌制腌好，然后做成比如说很咸，然后腌制起来才可以保存。那他们当下有什么食材，就只能用什么食材去做。所以为什么英国的东西难吃？那个其实是因为英国地处偏远，它非常北。所以他在引进马铃薯之前，他其实能用的食材非常非常有限，都只能在他周围的海鲜，然后跟一些一年只能种得出几次的小麦，他其实做不出什么太好的东西。我认为你对英国太好，英国人就是笨到不行，怎么会有一个人把东西煮那么难吃也不容易？但相对来讲，你看为什么意大利跟法国东西好吃，像他的国土。是有热带、温带跟亚热带的东西都种得出来的。那你错了，我告诉你，这是学历史，你踩到我地盘。我跟你讲，好嘞，我们听。法国的食物以前非常难吃，很重要的是路易十四娶了法国的，娶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家。从意大利移过去的。那他认为法国的食物吃了就要吐了，所以他是从威尼斯王朝里头，他们的威尼斯皇室。直接带了一整批的厨子到了法国去。那意大利人本来以为就那个是不是意大利，其实是有联邦，所以他只有威尼斯的概念，没有意大利的概念。所以意大利这个威尼斯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当时威尼斯的商人是垄断全世界的贸易，
当你当时镜子，威尼斯的镜子本身就是现在比半导体还要高科技的，就等于是 AI 最厉害的东西。当时威尼斯的布，威尼斯的所有的玻璃技术都是到今天为止看 Murano 也是无人可及的啊。所以他把威尼斯的所有的厨艺带到法国去，然后大举的办盛宴，然后最后他们还盖了 Versailles 宫。这个是整个法国的所有的厨艺全部被改变，这是第一个。所以法国的所有的皇室就为之轰动，跟王公贵族大家通通都开始派厨子来学。那个时刻威尼斯才发现，哇，我们的厨艺被偷走了，被偷走了，被偷走了。然后呢，吃把法国吃垮了。吃到了路易十六的时候，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那些伯爵啊什么人都被砍头了，玛丽皇后也被砍头了。那路易十六还活着，国王过了几年才被砍头，先前就几个能够砍的几乎都砍得差不多。那厨子做饭给谁吃啊？以前所有会做饭的人都是这样代代相传下来，然后也不外传给别人。可是那个时候厨子就没有生意可以做，所以他们就在街上开店，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国料理的始祖。No, 就是餐厅这个字的由来。之前是没有餐厅的，中产阶级是没有地方可以吃饭的，你就讲到第一家。所以餐厅的由来是一场大革命，把厨子搞到没有工作，所以才有餐厅哈。所以你光听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个时刻旅行呢？从威尼斯开始，吃到法国，这样就很棒啊。对，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文化主题之旅，像有宗教的，比如说他去看各个教堂，还有一些朝圣之旅。台湾比较少做这些，但是欧洲有走一些以前可能的圣经里面，或者是那种什么天主教的一些圣人还什么他的朝圣之路。啊，讲以华人比较理解的，你可能像现在就是有人去推中国去走丝路，然后或者是去走那个就是从传说中三藏取经的那条路，传说中就是从好像新疆还哪里吧，一路往西走。这种主题特色的旅行搭配某一个特定的东西，其实现在越来越火热，就是它特别有一些文化的意涵。跟这种在里头，你刚听我讲了这么多，好像我很适合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我永远不会进这个行业。理由是什么？就是其实你比我们聪明，你懂得把你爱好的东西变成你的职业。我看他也跃跃欲试，然后他还是回到他的理职去上班啊，蔡理对吗？没有，他是恨不得跟我一起上班。对呀、啊，他这多有趣嘛，对不对？然后像他们每次去拍那个，然后他们的同仁就是出去又可以看新的景点，然后工作跟他的这个兴趣啊结合在一起，我是很羡慕的。所以我准备我退休以后我要去这里工作。退休以后你要去他那里上班，那我可不可以？我刚刚就在想，你看他多会讲故事啊。对啊，可以，我们可以推一个叫做文献主题旅行的行程。什么叫文献主题啊？就是你制定一个主题，人家会觉得你是给老太太去玩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制定一个主题，然后你可以讲一个脉络，就我们为什么要，比如说法国这个主题，我觉得就很棒啊。我觉得甜点大家会啊，一般就是跟着文件姐什么吃甜点游欧洲之类的，游全世界，游全世界。我曾经因为我太喜欢吃法国吐司，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笔记本，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什么 iPad 的时代，然后除了你带大的个人电脑出去，谁会带大的？所以我就拿一个笔记本。我去每一个餐厅就会点那个餐厅的 French Toast， 然后就会写下我当时的印象，然后那时候也没手机拍照好可惜，然后就会写一写。当然我不只是写着我对这个 French Toast 的印象而已，就是说我可能会在那个时候讲我当天早上干了，那我就会曾经比对过，我大概比对了30几家全世界的 French Toast， 这样的很执着。我觉得很棒，你就可以出一本书叫 French Toast。 然后我的答案最好吃的是哪一家，是在 Beverly Hills 旁边，就是麻雀变凤凰，那个叫 Wickshire， 那个餐那个旅馆里头的 French Toast 最好吃，因为它加了很多香蕉，就反正不知道它怎么做特别好吃，其他都不如它好吃这样。而且我那时候很没水准，我有一个很
很无聊的愿望，现在觉得超乎水准，叫做我要住完世界一百大。因为我当时的工作叫政治，实在太无聊了，所以就每次去一个城市，两天就换一个旅馆，两天就换一个旅馆，因为我要住完世界一百大，把它变成我的工作，然后每天就在吃我的 French toast， 看哪一家好吃。所以我这是用精神疾病去换来的知识。你知道谈到这个吃哈，我在他们的那个体验馆里面听那个潜水的那个讲座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都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吗？他说台湾啊，我们是海岛嘛，对。他说台湾没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鲜文化。对，真的，因为我们也很他说在那个海靠海的地方都在卖海鲜呢。嗯，缅因州也一样啊，都在卖龙虾。对，但反正这个事情是潜水的那个 group 啊，他们讲的耶。然后他说，这个其实我们对我们的海洋想到的就是海鲜。然后他讲一个他们潜水的人讲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我忘记那个鱼的名字，大概就是蛮稀有的鱼，然后在菲律宾的哪一个岛，他说他们潜水的人要飞机飞好久，然后去干那条鱼。光那条鱼帮他们国帮那个当地啊，大概有上亿的这个每年有上亿的收入。我们台湾海域听说也有过，结果就被捕上来吃掉。上来是啊，真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潜水的那个群里面觉得很难过的。然后你捕上来，你也不过就是几千块钱，顶多几万块钱就吃掉。其实人家也推过一个把海洋文化跟海鲜文化结合。我看台湾人这么好吃哈，那个潜水教练要改变这点有困难。对啊，其实这个我之前是忘记是听李宏源还是谁讲的，就是他说因为这是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上一辈就可能还是你们的上一辈哦，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战争嘛，一战二战，然后他说因为海边都是会被讲说海边很危险。不要靠近，不要过去，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都还是很多家长都说海边很危险，去海边要小心。所以从大家台湾很多人的文化里面都是觉得海是危险的，简单来讲你就不会去清海。就是我们其实身在海岛，可是我们跟海跟水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也就是说海跟水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在很多国家都进行过这种运动哈，也是变成一个革命。那后来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有些就很早期他们就国家这个规划。那在中国大陆的海南岛曾经因为他们发展变成是把旧的跟新的一起发展嘛哈。他们刚开始发展三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很豪宅的私人公寓都盖在海旁边，像夏威夷一样。那后来就被朱镕基注意到这个事情，朱镕基下令这些房子全炸掉，又往后退。海滩是属于老百姓的。然后接着呢，他就开始把海滩旁边做很漂亮的公园，甚至必要的时候的泛滥区，台风来的时候的泛滥区。然后人可以在海滩旁边很多走路。好，你现在告诉我，台湾有多少海滩旁边是拥有一个公园，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停车，看很好的景点，很漂亮的步道。可是你在纽约 Coney Island， 它旁边就是一条好长好长步道。你在 Atlantic City， 你到了洛杉矶旁边的，或是你在纽约的 Brighton Beach， 对不对？好，不管是哪里，你到什么，到 San Diego 那个地方去，就是，或者是即使在海滩旁边很漂亮，像 Carmel 啊，在北加州的 Carmel 那个城市，它也不会允许你一个房子拥有海滩的，它都让你的房子跟海滩有一个距离，然后让多数的人是很亲近，可以亲近海滩，海滩旁边就自然会有一些政府所规划出来的一个公共区域。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概念里头就没有把海滩当成一个国家公共区。我刚刚讲嘉义哈，你知道嘉义曾经他们搞那个叫做，不是旁边都种很多蚵仔吗？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蚵仔。那他们曾经发展出一个东西，可是有些人就说哦这很危险，
就是刚才静伟讲的任何危险，要不然我觉得它很美耶。他就你在当地到楼外那个地方呢，他们就现场采楼外，然后他就让你坐那个老木船，然后这船就出去了，那就在现场有烤楼外，有煮楼外，有炸楼外，整船上头，然后弄一个小灯在那里风啊飘啊，你们觉得这样也很美。然后那个海浪只要不是太大的时刻，它就很像京都的川床料理一样，你也可以在那个海浪上来的上面铺一层架子起来，你就在上面直接的吃你的海，然后你就跟海也可以很亲近。所以我们其实是本身在这个部分就是不够强。不回来来讲今天的主题啊，因为你刚刚讲这个不错，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你其实最了不起的是懂得把你会的科技，你也不在乎社会的什么眼光，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然后你就直接跳进来。你妈听到你要开旅行社奇怪了一下，你现在到底赚钱了没有？就努力中，努力中。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弟弟做了医生看起来很有努力的成就跟使命感，你很沮丧？不会。就其实还好啦，但是就是不同的压力跟人生选择嘛，就是达文那时候也有对岸的公司说用月薪300,000挖我，要不要去对面上班啊？我就说那我公司开在这里，你要先把我公司买掉，我才可以去。上班买你的旅行社还是你的生命科学的行业？没有啦，他那时候是想要做一些商业投资的，就是他们在看就是 investment banking 吧，你可以这样讲。投资公司上班。对啊。那但是我就说，但是我创业开到一半，我也就不能就丢下我的公司就跑了吧。嗯，对啊。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不一样的选择嘛。我那时候如果在美国留下来，可能现在就在矽谷不知道哪一个公司上班，人生就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回来我觉得创业就是它可能会烧掉你很多钱，然后花了你很多青春，但是它会让你看事情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也可以有一个旅程叫我把秋天变长了，因为全球暖化以后秋天变很短，可是秋是每一年最漂亮的季节。然后呢，你举例来讲，你会从加拿大从缅因州一路一直下来到总部地，就一直到日本，到日本现在还是秋天呢、啊、所以那一年大家就可以从9月底开始就一直参加各种不同的秋天旅程，那朗诵到每个地方朗诵不同的属于那个地方的秋天的诗歌，或者是很不同的看跟秋天有关的电影，然后一路一路这样下来玩耍，其实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刚才问那些那么庸俗的问题？可是其实人可见人是很笨的，对不对？人为自己的快乐而去工作这件事情是很笨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世代看事情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像我们之前听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北科大当教授，他问说台下大家想做什么，然后有一堆人说想当 YouTuber 啊，做网红啊，做 KOL 啊，嗯，那就是他们的确是在选一个他自己觉得光鲜亮丽的产业，但是我觉得做当学生在选产业的时候，其实有个最大的盲点，就是他只看得到所谓社群媒体上那个亮丽的那一面，但是他其实不知道那个产业背后很辛酸的那一面都还是有。像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做YouTube 的政治频道叫志奇七七，我不知道台下有没有人看过。他为了做每一天更新，他上线前先累积了30集还50集，他才 online。然后他 online 还是 keep 每周每日更新，每天都上线讲7分钟的短影片，其实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要非常非常坚持。但很多人可能觉得哇，做一个 YouTuber 好开心，好像可以在自己家里工作，然后上去就有一堆粉丝在看。但其实我们也认识一票红不起来的网红，一票红不起来的 YouTuber。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用 AI 去做那种 KOL reader， 就是去看网红的一些在商业上的价值。他讲说现在大家觉得好的 KOL 其实平均寿命不超过2年，所以他起来跟坠落的速度就是2年，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在这2年间你要非常的拼，不然你就是走下坡不红了，有新的人取代你。我告诉你，
请记住这个数字两年。台湾什么行业都一样，不是只有网红。你问你妈，我以前回来就发现，哎，台湾怎么这段时间，因为我隔一段时间才回台湾，怎么这段时间都流行 Pachingo， 两年后都没了。这段时间流行的叫姜母鸭，两年后也没有了。这段时间流行的叫做羊肉炉，两年后也没有了。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台湾这个社会对什么东西都会疯狂流行，蛋挞也是流行两年就没有了，什么东西都一窝蜂，然后就彼此把彼此都搞到二两年它就垮掉了，这是台湾的特色。就是之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在看一个地方加油站很红，他就觉得哎，这里有加油站但没有餐厅，我来做餐厅。然后他说哎，有餐厅起来了，哎，那没有有加油站有餐厅，那我来做一个杂货店，然后我来卖衣服，然后慢慢就会变成一个繁荣的市镇。那台湾不是，台湾是哎，这里有加油站，哎，看起来不错，我就在旁边再开一个加油站。然后你说哎，这两个加油站都蛮赚钱的，我再开第三个加油站，所以很快市场就被弄烂，然后这个ecosystem 就垮掉。就是我们太习惯 follow 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去 compete， 然后不是去说我知道哎你做得很好，但是你有哪边是不足的，我去补足你这块，把整个生态系完整。你讲的是 Picasso 的话。好的艺术跟坏的艺术的差别，因为艺术不可能凭空跑出来，毕卡索再有创作，他也是在画布上创作。所以什么叫坏的艺术？就是抄袭，应该正确的讲就是你完全是模仿，就是坏的艺术。那好的艺术是什么？是剽窃。你知道这两个事情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学知识才爱觉得他会听不懂，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玉林，你听得懂吗？皮卡索，一个叫做你是模仿，一个是剽窃。他的意思说，我现在知道你 VR 跟旅行社结合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 pattern， 可是你其他的内容我在上面去加，我把它搞出不同的东西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剽窃。可是这就会变成一个有产值的。可是我如果做的通通都跟你一样，只是纯粹的模仿。对对，这样对不对？我们其实我们回到时刻旅行社里头，现在是甜点环节，我们看它的总体网站，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好吗？网站的话就打 treemoment.com， 或者是现在年轻人可能喜欢用 IG 吧，也可以看我们 IG 的粉丝页。我觉得看 IG 的粉丝页好了，因为我觉得大家会现在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看 IG 了，你就打 Instagram， 然后。对，然后 Trip Moment， 对，然后你 Instagram， 然后直接搜寻 Trip Moment 就好了，你就先进 Instagram 里面吧。你帮他弄吧，来，第一个，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看 IG 照片，对，那现不一定，大家现在比较看，现在喜欢看 IG 是30岁到40岁，25岁以下又不喜欢看，所以你们是用抖音吗？我再来问一下，有 IG 账号的。举一下手，好吧 ，IG 啊，哎，手举高一点啊，不然这堂课全部当掉，好吧？高一点，高一点。然后 Facebook 的举手。来，你看看，就没有人用 Facebook， 哦，也有哎、欸。那什么，你们是用抖音吗？抖音吗？有人有抖音吗 ？TikTok 都没有。你看，所以还 IG， 还最多人 IG。来来来，好，那这是我们 Trip Moment 的 IG。其实我们会跟很多很棒的旅行达人跟摄影师合作，所以大家可以往下看一下。像这些呢，我们在70%的照片都在台湾。所以你看台湾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美的地方，你随便点一张，你进去左右滑都可以。像这个是彰化的王公渔港。然后我们像这些是我们会有一些教你说，如果你去这里要怎么玩。它一定是影片嘛，对不对？没有，这个是图片，连续图。教你怎么再下去哦。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很多用户说，他们出去约会之前都会先到我们的 IG。这是小油坑的爬步道吧？是吧？对，然后他会看说，哎，到底现在有哪些地方拍起来很好看，然后感觉又很好玩。然后下一个。再往下看，这是新北的潮林古道。那我们这个就是 IG， 就是一个图片化的社群。再往下，再往下。为什么你的电脑一直都在转呢？就网络比较慢，5G 还没有来。5G 之后，这就0.1秒就可以起来。以前好像没有这样，今天特别热。这里是哪里？
是啊，潮音古道，好，就是我们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再往下的内容，再往下，你直接看大画面啦，你不要按右键哈，你直接看画面往下滚，对啊，像然后但有些是国外的，有些是国内的，再往下，等一下不要那么快，刚才太慢，现在太快，去聊瀑布给我们看一下。那像右边这一栏呢，就都是我们有文章攻略的，就是我们有像有时刻旅行的官网文章那边。那你怎么玩手？因为你要点开那个，它最主要介绍在右边的文字，这些都是照片。你这个右边文字往下，对对对，这边往下都会有更多的东西。你可能往下滚吧，它可以滚吗？滑鼠不算，我们这儿他们对电脑没那么熟。再下一个。他们因为我们每个需要给同学机会，所以每次操作电脑的人不太一样，这也是优点也是特色。 OK， 下一个，下一页，你帮忙他操作了，你去操作这样，要不然学生也很紧张，学生帮你弄就好了。这个你一边讲一边介绍嘛，这个是可以动吗？对，所以像像比如说这是垦丁啊，我记得这是垦丁吧？对啊，垦丁梦幻岛，它的一些建筑啊，所以你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台湾有很多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很特别的一个商业的合作，就是我们很多照片都不会是自己内部的编辑拍的，我们其实跟很多这种网红啊 KOL 去合作，就是他们也想要曝光。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也互相交换导流，去告诉你说，哪里好玩，哪里好看，所以像这里就是说，他去梦幻岛度假的时候，他说他在垦丁的恒春镇三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就会分享一些照片给我们。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的 IG 里头，其实就是各个都是像，这薰衣草，看一下，我不知道这薰衣草是哪里，真的太多，桃园啊，杨梅的仙草花秘境，就。我们的 IG 就提供了很多图片化的这种各地的美景。那其实再下一个，再玩，再下一个，再玩。那你就会把它变成 VR 吗？不是，它是用 IG。我们有一些会有 VR， 不会每一个，因为 VR 的制作成本比较高。但现在就是再往下，再往下，我要看下面一个，再往下，来上面那个。这个中间有步道的星星，这个这是哪里？这个是南投的大仑观光茶园。当然这个有一些后置啦，它是长期曝光去后置然后再加上去的，不是星空你肉眼看不到这样，之前多都是照片技巧跟一些 post production 做出来。再往下，再往下，然后这个也是后置吧，在上面上面中间这个山，这个人山，这个对对啊，这是哪里？花莲六十石山啊，这个对，其实我们的花东地区它念淡是不是六十淡山吗？我不知道，就是一旦单位的那个意思啦，对不对？作为单位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有多少人去过花莲跟台东玩的，花东花东举手，花东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它就是真是一个宝藏。对，其实像我们旅行做旅行产业的我们都会觉得台湾最好的就是花东，就是说很多人问说台湾观光竞争力在哪里，我们都会讲说我们最大的没有被雕琢的钻石就在花东，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是你东边就是一个太平洋非常非常深的大海，然后跟4000公尺的高山相距不到100公里，就100-200公里以内，你可以马上接触深海跟高山。你沿着亚洲这样的岛链，你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光资源，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去开发它，蛮可惜的。好棒！来，像这个东西，如果做成 VR， 我觉得哇，对，会很不错。它其实很多人可以去啊，那你可以用露营车把那个身心障碍也可以再去啊。对啊，是，其实露营车对不对？对，其实虚拟实境就是让你看现在看到这么多，要不然那些老人他其实是没有勇气去的。爬到那个健康，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啊，好，我现在要问我们台下的同学一个问题，
你们羡慕，你叫什么名字？叫 James。叫 James 就好了，对、啊。对，我知道你叫中文名字，可是我不想叫你的中文名字。你们羡慕 James 的人，羡慕他可以把他用这个行业，然后他其实还没赚到什么钱，可是他显然很有热情。那他也一定还在烧钱，他一定不想一直跟他爸妈拿钱，所以他爸妈可以 support 他。羡慕他行业的人，那他如果当时选择留在美国，他现在很可能他的公司，我乱讲，可能被 Biogen 并购，那他的年薪可能已经是不是一个月30万台币了，他的年薪可能是一个月30万美金的，这是在美国现在生物科技的薪水嘛？好，那羡慕他选择这个行业的人，请举手。没有人羡慕他吗？请举手，手举高一点，好吧？我很羡慕啦。我如果我的生命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做薪水高的工作，我一定要做他的工作。你们只有两个人羡慕，三个，我跟你讲，都老了才搞清楚。好，想要一个月赚20万、30万美金的人举手，还是多数。好了，好啊，人生永远都要到老的时候才来后悔，这样子。好，可不可以改变？人可不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你即使保守了在家庭成长，他们说其实我很大的障碍是父亲，他保守了一生可不可以改变？我告诉你，答案是可以的。来，我们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蔡玉玲。像如今玉玲不是以什么李慈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啊，两岸知名的大律师啊，然后很了不起的政务委员来我们节目，我是要给大家介绍。人即使当了法官，当到这样的角色，要改变自己是可以的。蔡玉玲的介绍 ，Jack， OK， 看他有好多角色。台湾女董，你为什么把他消失了 ？OK， 台湾女董事协会理事长，前行政院政委员，金融科技委员会理事长。OK， 下一个，你看他现在眼睛也变得变漂亮，许多人说入格像 Mission Impossible。下一张。然后他开始了，他就参加了政府年会。下一个，这个不重要。他建立了台湾虚拟，他开始进入了新浪。他自己其实也已经手无科技，把虚拟世界把握啊。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创造一定的法律的一个平台。下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虚拟世界法规，他到处去座谈演讲，他穿的都很严肃啊，你看到没有？然后请安呢，把假最近把我改变。好，再下一个。虚拟世界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他上台演讲，下一个，然后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他就不断的跟很多年轻人分享。你看出来没有？他开始变了。他跟宣发人扮演 MIE， 就是为了要解回答什么叫虚拟世界法规。他搞了这个样子，你开始变了。下一个。这公司法就跑出来了，好，就淘汰下一个。OK， 就这个事哦，我当时在行政院的时候，你修改那个公司法是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过了，就是从开始就为了要把虚拟的产业可以在公司法里头可以被就是公司法要让它就是人家新创公司是适合的这个公司法的规定，要不然我们很多投资人都不愿意投嘛。不愿意投台湾的公司啊，所以当时为了替新创公司把公司法修好，但我只花了6个月。你看，就是你折冲跟讨论最后的结果。好，下一张，为了宣导闭锁型，就是闭锁型公司，当时我就是放了一个就是闭锁型公司专章，那这个就是后来新创公司用的比较多的。OK， 下一个，然后这就是那个 Maker 运动。Maker 运动，那时候 3D 列印啊，那个其实就在当时就是要推 3D 列印。好，下一个，台中女中 Fab Truck， 你就是你到底在推什么？我那时候弄那个，因为当时要推 3D 列印，所以我弄了6部卡车，然后在这个一年跑了将近500个高中跟高职。你妈有疯狂啊？嗯，有疯狂。对，我连那时候连澎湖、金门、马祖都去，然后把那个卡车这样子送到那个偏乡的地方。啊，下一张 ，Fab Truck 台南站，下一个，
Fab Truck 离岛就在金门，在下一个。然后 Fab Truck 在台中嘉商，在下一个。Fab Truck 在花莲站，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就有 3D 列印啊等等的那些，所以学生就是学到新的东西了，就可以卡车开到，比如说亚大门口，他们就可以继续学了嘛。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要训练老师太久了嘛。所以我用卡车进去，然后夜市进去，所以我一年就可以跑500个学校呀。你也去了夜市啊？不是夜市，学校，就是他就可以进到学校啊。OK， 下一个 ，Fab Truck 新北站，下一个 ，Fab Truck 校园成效，来下一个。哦，成立记者会，什么叫 Fab Lab？ 你又搞一个 Fab Lab？Fab Lab 是就是自。这个 maker 嘛，就制造，就是动手了。现在大家，因为我们的职业学校啊，就是以前的那个，就是慢慢不见了嘛，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动手做。OK， 下一个。OK， 再来斗卡车竞赛。这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做卡车，自制卡车，然后竞赛。哦，不错。再来 ，VR truck。这个也是。就是当时要推 VR 嘛，所以就用 VR 也是一样用卡车进学校。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训练老师来不及啦，所以我们直接用卡车到学校，然后每一次进去。所以你搞到后来变成你儿子要用 VR 创业，你们昏倒。不是，就表示他做的我听得懂啊，要不然怎么做？不会支持他，要不然他觉得这个他做的事情我都听不懂。下一个，然后你就开始参观各种虚拟业者，再来 VR 的体验，哎，你自己也搞成这样，你这看起来很像外星金刚人要去打仗。我超喜欢科技的，我对新的东西是很好奇的。啊，好，下一个，啊，再下一张，你看这个是到美国去，这个也是在 MIT 啊，跟他们谈一些新创业的东西，在麻省理工学院，那个男的我认识。这边第二个男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毕业，是台大电机系的，对不对？对。他就是后来去做了一个叫做 Music Game， 对。然后现在他去了 Silicon Valley， 就 San Francisco 创业，就是他。好，这个男的，然后再下一个。好，那就法规下一张。这张，这个就是当时把那个经典设计奖，原来只是。就是内部的奖项嘛，那后来把它变成就是国际的设计奖。我们希望是华人的这个设计奖，那到现在都跟走红毯一样了，所以是这个就是金马奖、金曲奖、金钟奖这个金典奖。对，而且我很当时看了张照片，这次看到我说。哇、wow, ，That's cool！ 你没有用一般的造型，你还剪成一个平头，非常不错。我去，这个是设计经典设计奖，我怎么不能把自己搞得跟这个法官一样？对呀、啊，下一张。所以人真的是可以改变的，是都是经典设计，你的造型跟好几个好几个设计师，那是珠品嘛 ，Avida 的老板，对不对？对，下一个。啊，你也推动经典的是搜狗百货公司。那台脚踏车是得奖的，是不是？没错，是得奖的。那台脚踏车得奖了。对，它是在经典设计得奖，还是在国际也得奖？经典设计得奖。对。你像我因为它得奖以后卖的不好，我就买了一台在我家。那台，现在我也不知道放什么，放狗它跳出来，我正好放所有我的玩具在里面，这样下一台。然后。蒙藏委员会，你到底去了西藏跟蒙古的，待会儿来考验你。下一个，这是 OK， 下一个，我的天哪，你变成蒙古公主了。再下一个，给行政院开会，再下一个是苏维会刘华了，然后最后公职退伍再来，好，然后你是当兵，来下一个，然后好友们，就是你的好朋友们，再下一个。好，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这是你的同仁们吗？下一个，民间好友，再下一个，再下一个。这几个其实都是青年顾问，对，所以其实你就是这些都是创业的，就是台湾蛮优秀的创业家。好，下一个，
你这是叶秉辰嘛？现在就是他也是弄了一个跟教育有关的创业。OK， 下一个，家人的支持，这个是我看到，所以我要停在这里。你的家人有好几个，这是很年轻时候的你吧？没有啦，我搞这么多吗？发型，你这么没多久吗？这就是当医生的这个 James 的弟弟。那个进桥对，其实谈到这个，你看像他，我觉得你那个一定有用那个美图秀秀哎，没啦，好，抱歉，我跟他太熟了，那是纪委都没有改变，所以应该没有。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的先生啊，你家对，还有你可爱的狗。其实像他弟弟是那个外科医生，他现在专门在做换肝的哈。就跟我一样是专业嘛，因为我们是律师，他是医生嘛。那健子是我们家的另类，因为他做的东西就是变化很大。可是像我去他的公司听他们那些报告的时候，简报的时候，真的是像比如说那个媒体的部分啊，怎么看这些数字啊，怎么做，然后 VR 等等的。对我来讲啦，其实这里比较有趣啦，就像你讲的，对啊，这个比较有趣。我们两个要不要把他公司吃掉？好哦，我们来考虑一下。因为他这个你突然好玩了，你会发现我们俩是你的，要把你公司吃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木下一 round 啊，300万美金。我们要跟他讲，他一定要有一个部门做我们这个年龄的啦。对不对？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不需要做你的年龄，我很年轻的人，我也可以做，就不看别我了。好了你觉得你妈一直在讲我们这年龄，你觉得呢？其实银发族旅行是非常非常大的商机，没有到银发族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年龄层来讲啊，越现在年像比如说最豪华的那种Oceania那种游轮。他其实大部分都是退休的有钱人，可是我可以做给年轻人的，你不相信啊？也可以啦，没有不一样的方式啦，我觉得当然可以做啊。好，下最后就家人是最重要的支持哈。那其实我想跟各位同学讲啊，就是说，如果你想做一个事情，你可能不是用嘴巴说服，我觉得。尽管他是展现了一个很特别，因为他妈妈刚好去了解了 VR， 但是如果你自己会有一种，你们现在都会 IG， 都会拍照，都会有一些网路，你们去找业主要去 fundraising， 或是你自己要去表现你自己，去推荐你要去找一个工作，你都要做一个 portfolio，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简历，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去说，哎，我今天有一趟。有一件事情想跟我们父母亲报告，你父母亲这年头什么人会听到报告两个字？你学起来，你只要说报告，他就会觉得这小孩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然后呢，你就一样一样跟他讲，一样一样讲，说你们喜不喜欢？然后假设你要做他的行业，你带他们去体验一次，去玩一次，在家里的客厅搞个 VR， 然后玩完了，他愿意去他去，你就觉得说，如果你都会愿意，你觉得别人会不会愿意？你愿意支持我创业吗？我今天其实找静文来，除了让大家大开眼界，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把现代的很多 VR， 很多东西都结合，不要完全沉迷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平面设计，平面设计，网红是网红，他把好几个跨领域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来就是如何说服你的家长，因为说服你的家长本身有很多是一个困难。另外，我们讲的话你可能听不下去。我的人生真的重新可以来一遍，我宁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很辛苦啊，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辛苦，不只是钱多寡的问题，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工作，我一天工作15、16、17个小时，甚至很多时候48小时，只睡2个小时。那在那个情况里头，我把时间给了其他，我可能有一点使命感的事情，但其实我从来没有把它给了我的快乐。所以我到一个年龄，我一定要转业。记住我讲的这句话，我是把我的时间不是给金钱，我给了我有使命感的事。可是我到一个年龄，当我的使命感，我的过度的理想主义跟现实有落差，我就一定要转业，所以我的人生就直接切掉了。那我的人生切掉，不只是说它不够很长，又是有不同的经历。可是你为什么要把你人生给了不快乐这三个字？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人生给自己快乐？
给别人快乐，给家人快乐，你不觉得他很棒吗？我突然觉得你是我们三个里头最伟大的，所以我们都想吃掉你的公司。但我觉得，既然今天是难得有机会跟大学生讲，我觉得也让我讲一些那个好了哈，因为就是回过头看到，就是看大家坐在台下，我就想到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也是躺在后面，然后听听台上的人讲这种通识课，讲一讲就不小心睡着了，我都是那种坏学生，虽然成绩还不错，但其实慢慢长大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东西是我们的认识这个世界还不够，然后跟你还找不到自己的热情在哪里。所以其实像我现在公司在面试员工的时候啊，我最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发现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生一毕业找工作，他来我们公司 interview， 我都会说，哎，所以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3年后或5年后的目标？或者说，你觉得你最快乐、最热情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说我还在摸索，我还在想，我还在找。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那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你们最重要的不是成绩要考得好，是你一定要知道探索你人生的热情跟乐趣在哪里。在大学的这个阶段，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废寝忘食，而且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你未来的志业。你即使大学找不到完全 exactly 一样没有关系，因为世界变化太快了，10年一变、5年一变、3年一变，变太快了。你大学的时候想的跟你未来真出社会可能会不同，但是你的方向上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就是对说某一种领域有兴趣，那这领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发展，比如说20年前可能是电脑，现在变成智慧型手机。未来可能是虚拟实境，可能是扩增实境，都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在大学的时候找到热情，然后找到热情只有一个方法，你就是要多去探索，多去认识，多去接触这个世界。你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头，关在手机的世界里头是找不到热情的。你一定要多去探索，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多去打工也好，去企业做 intern 也好，做实习生都可以，甚至。去像我们以前，我前清大有一个同学调酒社，他大学的时候去酒吧上班打工当服务生，后来就觉得他很喜欢调酒，现在自己当调酒师开了一间店。我觉得他找到他的热情，但他热情并不是在清华那时候念的一些什么工程科系，他当调酒师啊，做得很成功，还得了比赛的奖。所以学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探索你的热情嘛。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这样的课程的环境，我也希望这个算是给大家的一句话或一个 something 可以带走的，就是多花一点时间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热情。非常谢谢金文，非常谢谢蔡毅刘员。他刚才有人先生不是因为我们讲不好，是因为他们上课的时间到了，因为有铃声没有听见嘛。非常谢谢各位，我们给他们两位掌声好不好？希望你们快找到热情。下礼拜我们的来宾是徐本毅老师，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他又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他经常联合报一直就找他，带着一群人到日本、到佛寺、到哪里。最近他就带着一群人天天出去旅游，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成为他最大的收入这样子啊！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其实快乐永远是给大家最后最好的礼物，人生到后来什么都是空的，好好过这一生是最好的，谢谢。